他们那个都是东北音。还有我的家在东北，松花江上。对，太多太多了，我的老家就是在这个骆驼。但后面我就发现，我听到一首歌叫做《东北摇篮曲》，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美好。就是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，你就会觉得突然就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去抱住，可能在你需要温暖的时刻，或者觉得你在孤单的时刻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唱这首歌。我觉得希望无论在任何地方，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在这儿，好吗？好。因为我听说每一个东北人好像他的长辈都用这首歌，几乎都是用这首歌哄他睡过觉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今天听听看吧。因为我从小我妈妈没有给我唱过摇篮曲，因为她唱歌跑调，可能唱完之后我就一直在笑，就睡不着。那总之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东北摇篮曲。
一定要照顾好你这个宝宝哦。我发现我生命当中有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最后实现了的事情，比如当歌手，比如被你听见，比如我看观众朋友们的时候好像有5、6岁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